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苏野啊，先解释这个名字。苏什么意思？那我们找它的相反词吧。苏跟密，对。啊，那也就是说苏也不近于缜密，它不是缜密那一边的，相对呢它表示精神那一边。虽然啊，精神跟缜密是一回事啊，是一回事中，它表示偏向精神，而不是偏向缜密，比较偏向于道啊，而不是偏向于技法。那这个也跟什么对？文嘛，也跟文跟也啊，那文就是语言文字人为的这个语言结构技法啊，也就是本色本来面目，不假经营啊，所以是这样叫疏也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所谓的也跟文对，那跟文对的也可以不用也，用什么？用直，文跟直啊。所以我引了孔子说啊，这个文质彬彬啊，这两者如果有偏胜，它就各有毛病。这两者要彬彬不是50%对50%啊，而是这两者呢巧妙的充分融合一体啊。那这也可以呼应所谓的这个道理与小乘，就是说你直接把那个一次的显道的那个形态等于道，那道就反而变假了。而那个一次语言的表现，那也就是言本来用来显道，结果呢你直接把语言的那个精彩的表现那个焦点等于道，语言反而失去了显道的功能，反而遮蔽了道啊。那么这个言以于荣华，就是文胜直，实也是虚假的意思啊。那直胜文啊，直胜文在这边呢也是比较是带着负面的意涵啊，那就是道以于小乘啊。那在这边呢要文质彬彬啊，好，这个时候文质彬彬以后呢，那个就也不是也不是实啊，那这个才就刚刚好。那么刚刚好的时候呢，道也显，那个文也显啊。那么这个当该也则也的时候啊，那么也就是显道的最恰当的表现，这个时候的也就是正面的意思。好，关于这个正面的意思啊，我们可以看孔子另外一章，就先进篇第一章啊。先进于礼乐是野人，先进于礼乐就在礼乐已经成型之前就存在的，那就是野人，就没有经过人文啊去陶养的，我们称为野人。这个野人呢应该指的是自然人，不是粗野啊，是自然人啊。那后进于礼乐就指的已经有了礼乐以后他才出生，然后就在这个礼乐的这个运作之中成长，也就是说经过人文礼乐的陶冶的人，那
那这个叫君子。好，那这两者啊，如果有什么样的本末先后，如用之，如果有机会啊，这个社会，希望由我来为社会服务，那你要优先用哪一种人呢？我宁愿用先进，我宁愿用野人，宁愿用野人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在这个乱世啊，后进于礼乐的君子啊，已经是程度不等的变成假君子，就是所谓的相越啊，那个还不如那个质朴的人，他像一块璞玉，经过琢磨就变成美玉。那这个被人文运作所教坏了的，就是雕坏了的玉，改都很难啊。那这边呢，就说明了这个原始的生命本来面貌，内在的质朴，这个质朴指向于真诚，因为既然会变假，那这个就表示没有变假，面面就是真诚。就是我们呢一开始提到的文学艺术活动里头的两个要素，第一个就是真诚，第二个才是精美艺术的 精准，而达到了能够如分的呈现道的功能，这个叫做美。这两者毕竟是以内在的真诚为本，这是中国美学的精神所在。好，所以在这边呢，啊，在孔子都强调这个也，啊，当然也在这边有负面的意涵，啊，那在这边这个野人呢，是自然人，就是纯真的，啊，这个没有经过这个遮蔽扭曲的自然人，就是纯真天真啊，那就是老庄里边说的真人。儒家要去探讨的是圣人，或者说善人。那道家的主题是真人，是问真假，而不是问善不善，啊，所以叫真人，啊，那么这个就《论语》里边啊，就是所谓的女子小人，其实都是指的真人，啊，那么在这里啊，这边的疏也啊，就指的是一个自然人，真人。那这个自然，当然也就是道家啊，他所强调的，所以我里面这个人法地，这个法啊，是落在受伤的生命的疗愈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的，好，所以人要一步一步的回归，这个法不要理解为效法，应该说回归就跟他认同，跟他合一。啊，所以说效法就有点生硬，说回归认同啊，人要从人文回归于那个大自然，地山野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山野呢是从天来的啊，再回归于整个的天道，而天之所以为天，因为它本来就与道同一，所以人法道啊，最后道自我认同，也就是说所谓道就是指的自然，自然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后天人为的雕饰啊，或者说
束缚，扭曲，没有经过所有人为的伤害，这个叫自然。这个自然不是西方所说大自然，大自然只是在这边是指的地，啊，要一层层回归，一层层的认同，认同人的最原始的本来面目。好，那么这个疏野啊，它既然聚焦于这个内在的人性的本来，就是它的真诚啊，强调它的真诚啊。那么在这里啊，这个我们要来啊，看看它怎么本的你那个原始的真诚。去做一种不需要雕饰的直接的一个呈现啊。好，开头这个四句啊，就是用说理啊，用说理来表示这个对于人的真诚的本来面目的认同。回归，则唯性所宅，真取复机。好，这个性就是本来面目，自然的性情，就是他的这个生命中啊，完完全全就是真性情的一个内在。就是住在他的身体里边的只有这个真性情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房客，没有别的杂质，没有别的不相干的重色人等，就是那个道，就是那个真性情完全的灌注在他的全生命中。而这个呢，真取都是由天所赐予的，从天那边得来的，叫真取。真取就取之皆真了。所以呢，它就是有一种完全的自由，没有任何的拘束，不需要有任何的拘束、限制、规范，因为它全都是真的。需要规范就是你一定生命有真有假，假的部分呢不许出来，所以有限制有规范。当一个人全真的时候，他也就是自由了。所以我们说人性有两端，一端是主体性，一端是道德性。主体性的本质就是自由，而这个自由并不是任性的意思，自由就是说一切都可以从我自己自然流露，没有什么禁忌啊，观花匪禁嘛，豪放啊，自由。好，这个是就生命本身自己说。那进一步就由我这一个生命主体这个拓展出去，和我以外的人事物接触的时候呢，它控物自负。控物就是做物的主人，主控嘛。所以你跟任何人事物接触的时候呢，你都是一个主体的身份。那你可以呢适应啊自如，这个负就是非常的这个多元性啊，就是无不恰当，它可以随机应变，因时因地因物呢而有意，而通通都恰当。富有
与人事物接触的做主应对善用的能力，就从他那个自由真诚的本质衍生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他不需要有设定什么计划什么，就是棋啊。对不起啊，我竟然刚才忘记了。他不需要任何的设计，他只要率直就好，率真，就顺着他的真性情去表现。好，这个后面的创作论会比那个鉴赏论啊，要不那么动人，就是他梳理的语句比鉴赏论多得多。前面一开头是句子说理的，下面呢才是用警语来印证，来补充啊。所以中间四句呢就用警语，叫足势松下，脱帽看事。哎，如果我们跟那个陈著啊来比较，陈著只是说绿林野屋，落日气清，这是一个县城就在那里的，这边呢是他有意为之的，他在松下面盖一个房子，他不是县城的，是人有意的人为。而且他为什么要在松下面竹室呢？别的树不好吗？因为松啊经常用来象征道，在二十四品里头啊一共出现过三个松字，这三个松字都在啊这四品里面，就是疏野、这个清奇跟委屈啊，实境都在这个视频啊。这个陈著也有脱，他是脱金独步，显得是自然的，脱帽看诗就没有那么自然啊。这个有点什么呢？用以一种啊自然的本色来进入这个人文艺术活动啊。那当然比起那种用人为的技巧来进行文学艺术活动要自然，但是只要是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都一定有人为。他就跟陈著的当倒在作品中，那作品的经营也经过作者很多的斟酌，不过成为成品以后他就可以视为现成，你只要去欣赏领略就好了。这边不是说它是怎么来的，你要有意经营啊。所以他啊，这个竹势松下脱帽看诗，这是有他那个人为经营的痕迹，所以他是创作论，不是鉴赏论。那么当然这个人为啊也要接近自然，要慢慢洗掉所有人为痕迹，所以我们才能叫人为的人文的自然，不是自然的自然。
最后也写出一个自然的样子，就是说淡之淡怒不变何时，他用他整个生命的感觉，这个大致晓得这是白天这是晚上，几点钟不需要计较，不用那么仔细计较，大致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中呢，人基本上啊，那个生命性情不需要有任何的节制约束规范，要按照那个法规来走啊，过马路要看绿灯啊，要靠右边走什么什么，不需要，不用这些。所以你就存了一个主观的流露挥洒，就能够坦然释意。坦然就是很轻松自在的样子。那这个既然这样就可以很自在，又岂必有为呢？哪里需要靠很多规范啊、道理啊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呢？我们都凭感觉，所以呢，李明一啊，大概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李明一是谁呢？他说句名言：“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这个话其实没错啊。问题是你有没有资格凭喜欢啊？像这边那个野人，疏野之人。完全是性情所宅，争取不羁的人，你自然空悟自负啊，以帅为奇啊，无不恰当，无不自在啊，不需要有任何人为的规范来安排啊。这个若起天放，纯然就是天赋的自由自在，放这个豪放的放如是得知，就是这个不用经营就可以获得经营的最好的结果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以不经营来经营。好，我们说这两品啊，是比较在体中一如重，更重在体，更重在内在的真诚，更重在你内在的真性情。第一，如果你的真性情没有丢掉，你的生活是很简单又自在的。第二，如果你丢掉呢，很认真的修养，求其放心，你也可以重新呢达到无入而不自得的地步。人依然可以这样子随意挥洒，就自然重理，就自然合理。不需要依理而行，不需要依理，因为理就在我的情中。那这就是所谓的疏野。那么就那个真诚这边来讲，它的极致就是真诚就可以决定啊它的言行的表现，言行不需要另有技法的讲究，技法也罢，道理也罢，或者说理文也罢，都不用，你自然，因为法律不外人情嘛。真正的法律不外人情，凭你主观的喜欢不喜欢，用孔子的话来讲说，你看安不安呢、啊？安则汝为之，安就 OK 啊。你是真的安，那就无入而不自得。
好，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说，我们可以跟那个成住啊对着看，你就会看到创作跟鉴赏啊，他的观点的确不一样啊。好，我们刚才提到说，绿林野屋，落日栖星是现成的景，只带人去领略，你来不来领略，它都在那里。书也呢是竹室松下脱帽看书，是有意经营的。还有呢，虽然都有脱，因为是脱金独步时闻鸟声，那个时是偶然的，它不是有意脱帽。脱帽是表示说他那个自在啊，不必有那么多人为规范，可以脱下那个人文的外衣啊，也不必呼朋引伴，一个人民中这个偶然的就闻到那个天籁，时闻鸟声。那这边不时闻鸟声呢，是脱帽看诗啊，诗是个人文的产物，不是自然的。还有陈著是说，这个当然了，鸿雁不来啊，知止远行了啊。所思不远，若为平生，他不用想那么多，但是无念、无为、无助。而这边呢是，经过绵密的思维设计以后所形成的自然结果。在陈著时他本来就这样，这有啊是经过一番这样经历以后才坦然示意，起步有为，起必有为，就他自觉是无为，在那边是本来就无为，这边是自觉的不要有为，所以他说起必有为呢，可见本来都是有为的，可是你修到这样的就可以不必有为了。那只有到最后啊，好像有点相近，在陈著最后是说，这个如有佳语，大河前行啊，那这个是个现成的自然。而这边呢说若其天放如是得知，那他有一种求知求则得的那样一个心态跟过程，只是以无求求，你不经营经营啊，说你怎么得到的，他就是这样得到的。那么在陈著那边连这个都没有，你是怎么得到的，他会你说什么啊，根本没这种概念啊。你还有一个概念说这是很特殊的求，就以不求求，以不为为啊，这个无为而无不为啊，就是自觉的以无为来为，以不为为，所以自然的跟人文，自然的自然跟人文的自然，毕竟是有差别啊。这两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用的字眼也有相同的字眼，可是呢就是不一样啊，就是因为这边的这个观点是创作论的观点。好，下面我们就再来看这个清奇啊。当然了，以不为为的也很自然啊，那个道呢反而是全副都显，和全副都显的时候
少一点强度，少一点精彩。那经过艺术经营而闪现的意象呢，它会别有奇趣，所以它的标题是清奇。所以一定通过这个技法语言的经营，到了圆熟的地步，达到五级啊，也真的像庖丁解牛，他有经过那个辛苦的一生，由近由技近于道，是有那个历程的啊。那什么叫清？不着痕迹，这叫清啊。就像缜密说，如有真迹啊，只是如不可知啊，其实是中间有经营的啊。不着痕迹叫做清，清则不着，着就是有内容物，清就是没有内容物，一清见底。浊浊中间有个浮旋，浮旋的粒子在水中，浊清着完全没有浮旋物啊。奇是什么意思呢？特显异境，谓之奇。奇峰突出嘛啊，如果一排奇峰就没有突出了，一定是只有一个峰啊，才能够独出特出，这个叫奇啊。那么跟奇相对的就是俗啊，就是俗气的俗啊。清则不浊，奇则不俗，所以这个连起来成为一个副词，就是清奇。这也可以连起来成一个副词，叫浊俗。要清奇，不要浊俗。浊就有很多杂质了，驳杂了，那就变成只是一个惯性的习气的啊，自己反应的模式，叫流俗，叫流俗。所以清奇就显出一种艺术的美感，不是流俗的那种可厌呢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是啊，把题目解一解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哈，这一品可以跟那个典雅哈，这个并的看啊。那典雅就是那种很珠圆玉润的艺术经营所显出来的成品。那这一面就是如何获致珠圆玉润的技法，就参与进来啊。好，它前面四句用警语啊来点出这个主题。它涓涓群松，下有一流。好，第二个松字，这个二十四日品一共出现过三个松字啊，这边这两品各出现一个。涓涓群松，那松本来是有那种比较是粗壮的那种桀骜不驯的哈、啊、的意象，它怎么变成柔化了？怎么用涓涓来形容呢？就是把
那种自然的那种粗壮劲拔，有那种艺术式的柔化，要显出美感啊，而且也不用孤松，这种群松啊，这个都有呢。那个意象啊，它需要虚化、柔化、淡化啊，这样的一个这个艺术经营啊，不要那样子的这个啊，太过直率啊，有时候是会让人有时候受不了啊，稍微迂回一点嘛。好，它下面呢，下有一流，它就不只是非孤松是群松，而且还有带有它的周边的搭配，形成了一整幅画。下有一流，哎，流就流了，要用一来形容，就是它也是有波纹的，也是把那个水柔化。美化，所以一个景就出来了。好，下面呢再来一个，就是晴雪满汀。汀就是那个水边突出的土地啊，伸到水中间的那个小半岛一样啊。汀就汀了，要修饰一下。有雪，雪就雪了，晴雪，正在下着雪，那个有点紧张了。下完了，天晴了，日光照下来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雪就变美起来，那个积雪的那个土地也就美起来了。好，还有个陪衬。这个在外面隔着那个溪，哎，有个渔舟啊经过，有静态有动态，这个才是形成个画面。创作一定有焦点，然后有周边的陪衬，构成一个呢动静啊相搭配的一个画面。好，这个是景，然后呢人出来了，哎，这个在人为经营中，人不能忽然间就出来，实践幽人、实践美人忽然间就跑出来，他一定有他出场的那个设计，是一个可人而不是一个老粗啊，是个可人啊，怎么样的可法？可人法如玉，《世说新语》就有一些什么玉人啊，可人如玉，对于人也有形容，美化啊。他来这边干嘛呢？步蝶寻幽。穿着那个登山鞋，这边找寻了一个桃花源，找寻一个幽深宁静的一个圣地，一个世外桃源。哎，他那边有寻呢，就是有意去寻呢，不是自然的自然。是人为的自然，在那个浊俗的人间找寻一片清净土。下面很显然呢，找到了，有那种热啊，载歌啊，这个载毡载纸，空碧悠悠，
瞻就是视故，止就是抬起头来视故，低下头来找个地方坐坐，就是他的行止啊。再是法语是没有意思，在那边啊走走停停啊，看一看这样子，就显出啊这个可人的那整个人格，整个生命存在的样态是如此的悠闲自在，因为心中无事，所以叫空壁，用悠悠来表示。在二十四品里头，悠悠啊非常频繁用来形容道的存在。那空壁都是指点道的。那这边就有一种人为有意追寻而求得得知的过程。好，最后四句呢又以说理来做解。前面书也是以说理起头，这边用说理作解，他终于获知了那一个这个美的意境，叫神出古意啊，但不可收啊，神。也是用来指点道的啊。我们说这个指点道的字眼啊，多半出现在鉴赏论啊、八品后面也有。其实后面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带着因为追寻、因为美学的经营设计啊，到达了圆熟的时候也会出现。出现这个道的指点语，像空啊、壁啊，好，这个神啊，这个神呢、啊、出来了啊，那么该出来的时候，它自然就会闪现。哦，闪现出来的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？古啊，我们可以想到高古，高古。这个道是跟浊俗相对的道，也叫古，也叫奇，用高古来表示，也可以用清奇来表示，只是在高古它是一个现成的，在清奇这边呢是有那个追寻经营的过程啊，这个意也就跟那个奇相类凸显，出也是凸显，吐出嘛，意也是凸显，所以相对于前面的这个啊，那个书也，那是一个一体平铺啊的和气，这边是有着意经营而透显。的精彩，虽然精彩显道也可能因此蔽道，遮蔽了道，对，有它的良可啊，那个和气你不容易领略，但也不容易呢辨知，阴气是优点，也可能有它的可能的隐藏的后遗症啊，所以呢终于回到了那个冲淡那个体，淡不可收啊，哇，这个淡到极致啊，没有办法形容，没有办法处理，是他自己呢出来的，不是人为啊，
也就是说人为的着意经营要经营到好像没有人为，最后用两个比喻，如月之暑，如气之秋，这有兑现。如果平平一个月，当然它也很清明亮丽，一轮明月，但是没有那个变化曲折，是如月之暑，就是原来月不暑，就是原来月藏在云中，好，然后慢慢慢慢那个云淡了，月亮从云里头出来了，就神出嘛，月亮从云中出来，叫月之暑，那特别让人惊喜。比如说我们中秋节啊，这个我家住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附近，以前常常啊，中秋节的时候就带着一些那个席子，啊，带着望远镜，啊，到大安森林那个草。草坡上面铺下来，哎，结果望不到月，月都在云中。啊，很多人啊，每年圣诞，那个中秋节，大安森林公园都很多人。中秋节这不是，这个时候会觉得有点不甘心呐，啊，在那边等啊，哇，月亮出来了，就听到一阵欢呼啊。啊，这边有所凸显，就对照性的凸显，对比嘛，对照，也像如气之秋，气就是天气，啊，凡说的气啊，都会有变化动感，春夏秋冬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昨天还蛮热，今天就开始冷了。听说明天最冷，今天深夜最冷，啊，16度。所以呢，在春天的时候，百花盛开，好像是理所当然。到了秋天的时候呢，人会怀念，如气之秋，不是在歌颂秋的本身，而是呢，到了秋天呢。你才真的怀念春天的美好，在春天的时候，人在福中不知福，所以呢，又如同啊，为什么中国诗最多的就是别离的诗？在别人想到，哎呀，我们以前怎么那么糟蹋我们相处的时光啊？到了要分别了才懊悔，这是一种兑现。用秋天兑现春天，用别离兑现相聚，啊，所以有时候很有趣啊，得不到的反而更美好，在手上的都不知珍惜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由人为的经营，故意，所以很多那个。小说都是故意啊，那个主角一定历尽各种的辛苦磨难啊，不幸啊，什么等等等等啊，哎，终于最后翻上来了，大家提着的那个心啊，终于放下来了。如果平铺直叙出身啊良好啊，这个顺利成长，一页就写完了，没有小说的趣味啊。总是有两根线，有主角，有配角，有正面的人物，有反派的人物，啊，在这个对显当中呢，显得那种美好，那种美善，它的可贵，啊，那就是人为的经营，艺术的设计，啊，那就最后用这么一个对显啊来点出，那就跟前面鉴赏论它是一个
它是一个现成的东西，看你能不能够呢看得到，领略得到，就不一样。它比较多了很多经营的技法的过程的这些要素，这些曲折啊。那其实啊，我们今天现在没时间了，各位也可以回去跟那个典雅对照一下，典雅也是个现成的，摆在那里啊。这个赏这个玉壶这个买春啊，这个赏与茅屋，座中家室啊，左右修竹，就是个现成的写景啊。这边有一些追寻的意味，也对照的那个手法啊，的确是不一样。所以老师说如泣之秋是意思是反，就是暗写反过来写想念春的意思吗？对啊，就从这边对照出当年不经意的被忽略的春，现在呢更凸显，不是凸显的秋，是用借的秋凸显的被你忽略的春。可是看这个如泣之秋看不出老师讲的春的，这个如果我们是这样念的话，对，跟他那个跟注释三的里面的意思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就老师的解法跟注释三的不一样。这个他的那边的解释仅供参考，看看就好了。这个如同说失去自由，才更感受到自由的可贵，也是一种对写。对。老师这样解比较，这个秋气就比较跟老气横秋这样的成语相合。嗯，伤春悲秋嘛。那秋高气爽是好他。那跟这个不相干。嗯。那是你个人见解。当然，仅供参考。好，各位还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我们9点整啊，下课。嗯，起。敬。谢老师。